umas achando que Penélope é Lady Gaga. Então a gritaria inteiro.打扮前卫时尚的流行天后女神卡卡最近在各地展开巡回演唱会，而其中有位变装皇后特地打扮成偶像卡卡的样子参加，没想到让现场粉丝暴动啦。因为造型实在太像本尊，众人完全没发现是假的，把假卡卡团团包围，并拿起手机狂拍，就连演唱会保全也认错人，上前护卫，直到假卡卡大喊我是变装皇后啦，保全才惊觉跟错人了，并瞬间露出傻眼表情。其实这名变装皇后是巴西网红潘尼洛皮，2019年也曾以女神卡卡造型与本尊合照，超高相似度，真的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本尊啊。潘尼洛皮事后受访表示，演唱会散场时有人来找她合照，结果不小心与朋友走散，四处张望是想找寻朋友，没想到一回头发现有六个保全跟着她。潘尼洛皮也希望卡卡本人看到这段影片，我想她应该会笑出来吧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她在这种情况应该也会跟我说一样的话。